在早上六点，我们已经到了以色列，这里是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。现在是清晨，所以没有什么人。上欢迎耶稣建成，然后整层震动，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就是欢迎。请你们大家准备一下，现在我们在这里看了一下，下面有很多坟墓，都是犹太人的坟墓，因为我等我们的我们的信仰就是在世界末日，我们会复活。如果从这里复活到圣殿山，圣殿的很近，还是这个位置非常好。这里现在买不到那个，念已经在这里有。这些人很久以前就在这里。很久，有开始，因为很大，有枪，对不对？外枪，就是那个，外枪一枪有很大的平台。平台，就是现在我们叫的圣殿山 ，OK？ 圣殿山，以前是这样的山，是这样的，有山坡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有一个国王，他叫西鲁王，他不喜欢那个山坡。现在不像一座山，对不对？现在不像一座山，对，但是在2000多年，5年前、19年开始。做那个很大的平台，所以现在那个看那个金钉的位置，以前是我们那边，以前是我们的第二圣殿，就是在金钉的位置，就是那边 ，OK？ 因为在我们有点记忆罗马的时候，罗马古罗马他们把那个圣殿灭了，灭了，对。就是后来，阿拉伯人他们在第七世纪来这里攻击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们就占据了金顶，就是在那个位置。那个没有那个的，啊，对啦，哎，不会啦。好，看我这边哦，好，一张，好，先一张，好，来看这边。好，好，站立。嗨，中国万岁！对吧？这样对，可以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哦！滑，可以有手势哦。Jesus。